二零二四台湾灯会主灯拢来台湾，伫灯会期间成为上大的重点之一。为了让主灯会使继续发光，主灯也规划放伫南科园区。对此，市府甲南科管理局也举办了拢来南科放光芒的活动，日前举办启灯仪式，现场吸引了2万人来参与。为了要迎接二零二四台湾灯会主灯拢来台湾，会当顺利来安放伫南科园区边仔，市府甲南科管理局举办拢来南科放光芒活动，并且由市长委托将拢来台湾主灯模型送予南科管理局，由局长郑秀龙代表接收。我们这个地方很高兴接受了这一个很棒的公共艺术，那彭老师也帮我们设计得很好，所以之后每天晚上都会漂亮的迎接大家。那请各位放心，南科会好好的对待这只龙，因为老师有说，风水老师有说，未来南科还会一直很旺很旺下去。我们南科在今年一定会突破2兆。南科管理局局长郑秀龙表示，未来主灯会成为公共艺术，并且成为南科的新地标。去年南科的营业额达到1,855亿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另外，市长魏天也表示，市府将拢来台湾主灯带来南科园区，同时南科今年的产值将会创新高，让予台湾甲南科拢会带来非常好的运气。今年2024年才1到8月就破了1兆3000亿了，所以达到已经超过2022年全年度的产值了，所以今年一定要破2兆，哇，真的是这个龙来南科，是南科带来龙哈，也这个荣耀南科。那所以非常谢谢所有今天在场的各位好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南科发展，期待南部更好，期待台湾更好，希望带来给这个台湾有更好的未来。在启灯仪式，也邀请市长委托副议长林志典、市员陈碧玉、林冠伟、李维迪、朱正轩、交通部观光署、南科管理局等人为主灯来进行启灯仪式，现场是吸引2万人到场做观看甲参与。请启灯。萧庆伟南科参报道。